是啦，耶！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25种不同难度的花式跳绳跳法，你能跟上几个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也谢谢今天的示范员，好哇，累吗？跳绳真的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提升心率的一个运动，而且它可以提升你的肌力体能、心肺功能以及全身的协调性。因为像我们刚刚那些动作，真的很吃协调性，对不对？对。它不是，就是它是需要很长时间，一朝一夕，慢慢慢慢把你的肢体协调练出来。有很多动作就还要再练练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练下去。之后我们再出往后不同等级的50种。很期待，超累的。OK， 好了，那影片呢就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我是健哥 Kara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